大家好，我是成龙。11月20日是国际儿童日，亦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签署20周年的大日子。在这20年来，联合国儿童基金一直致力推广儿童的权利，维护儿童的尊严，确保儿童得到照顾和关怀。为庆祝儿童权利公约签署20周年，我们特别创作了一首歌，希望可以不分种族和地域界限，利用我们的音乐去传递全球的力量，携手为儿童。请大家继续支持联合国儿童基金。今次好高兴得到中乐团严伟昌老师为我们重新编写了中乐版的乐谱，并且联同80多位老师为我们演奏，请大家静心欣赏。